今天来到厦门网红景点圆桥，就是位于福离山公园，它是一个健康步道的一个起点。啊，这五元。待会我们就从这个步道进去。少孤单晚上才能将阑珊也点亮，万物在朝夕之间疯狂生长，我们努力靠近对方，心跳在感应着同样频率的荡漾，期待在某一时间的手一点一点推上了心房，轮廓出你的模样，我敞开梦一点一点慢慢对你讲，山谷真的是鸟语花香，像红山的小路，通过被水桶的消防器，夕阳之间疯狂生长，我们努力靠近对方，心跳在感应着同样频率的荡漾，期待在某一秒碰撞，时间的手一点一点推上了心房，下午来到了当湖，下午的主要目的地到银当书院，刚刚搭错车，耗了不少时间，现在我们又回到这边来。